以金特色的自己，是一连串的愿望、憧憬和欲望。回以金特色的自己，是野心、需要和需求的大海。所有令到我心跳加速的，都令到我的存在成为我。就好像上帝需要大地令到他成为万物之主，而我就需要黄金令到我成为皇帝。